那大茶壶，不是不是。如果这样接一下吗？你当然要怕啊！情歌天王天后 PK， 明年就开了。再别来，今年的热门大话，你当然要怕啊！他是情歌天王啊，直接讲情歌天王天后。一个是情歌啊，你们情歌天王天后啊，喂，你要担心的啊，我怕什么？你这唱什么东西啊？